河什么都搞得很好。哦，搞得很好。哎，最骄傲的是爱河吗？真的吗？你是听谁讲，是不是？还是亲眼看的？所以说要亲眼看。哦。我们因为已经关心这边的一些新闻了。哦。中央电视台还是有报了。除了中央电视台，当然还要通过其他的。哦，中国没有什么通报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常带团过去中国啦。啊，你导游啊？我是国际领队，所以 也常去中国带团过去啊。深圳啊，新疆啊，还有一些小地方，到处跑啊。到处跑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也在带台湾的导览解说。因为我现在是公民记者，就是在记录台湾，然后让更多人去看到台湾好的一面。哎，不错，谢谢谢谢。第几次来？第一次。啊，第一次哦，三位嘛，啊，都是第一次哦。对啊。好厉害。不简单呢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季节哦，这个季节啊，对吧？下面可能台风多一点。哎，真的有做功课哦。对啊，可能台风多一点。啊，不错不错。现在天气还算 OK 啦。对，天气这次来除了第一天五月八号下大雨，台北要暴雨。哦，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。台北暴雨，其他都很好。嗯。你觉得最好的，刚才有提到说高雄爱河还有哪里？对，高雄的爱河当然比较好，但是我就其他的我不是非常的了解。哦。但是我希望就是一点的悠悠卡能够推广到全台湾。哦，是哦，悠悠卡。现在你不要高雄一个卡，台北一个。没有没有，现在有啦，现在有的地方还是有通啦。有一卡通可以用啊。哦，了解。也不能用，不会不会，以后会更好。以后会更好。哦，我们很努力，统一一下都没问题啦，没问题。谢谢你的关。